可以接受姐弟恋吗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弟弟还蛮有青春活力，燃烧自己的青春。我好像都是姐弟恋，要聊聊得来吧？怎么了？妹妹聊不来是吧？因为我的男生朋友也都年纪比较大。那跟姐姐在一起有什么好处？比较懂事，然后可以教我一些东西了。你是小白脸吗？哪方面小白脸？你说钱吗？哥就是有钱。就是你今天好像也蛮有钱，是不能接受的。我想学长那种感觉，那个学长光环、可以，年纪跟成熟不一定成正比。不行，希望别人都可以照顾我。我不行，因为我朋友一直在跟我抱怨，是跟他合照的时候，我朋友就整个看起来年纪很大，就像姐姐带那种弟弟那种。不用担心，黛兰诗双肌萃精华，暗沉余光、毛孔粗大、老化纹路都可以改善。而且你看它独家的大小滴设计牙膏，压缩都是水油5:1亲肤比例，水油双管独立保鲜设计，让成分更新鲜、更稳定，让抗老功效极大化。它吸收的很快耶，而且它不会黏，它水润不黏腻，它味道真的很舒服哎，就是那种很自然的感觉。夏天真的蛮适合这个。姐弟恋不管差几岁都不用担心，只要用克兰氏的黄金双肌萃精华，另外再插上克兰氏的弹簧霜，弹簧霜的成分可以激活胶原的焕生，强化肌肤的弹力，很保湿了，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无敌，我觉得超舒服的，可以推荐一下我朋友买。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更加成，只要7天，效果加倍，让你的皮肤焕散，不管差几岁都不是问题。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牛！